近日，35岁日本女星石原里美通过所属社官宣自己怀孕的消息。她于前年与圈外老公结婚，自曝预产期，在今年春天引起网友们的热议。文章中，石原里美表示自己目前把婴儿的事情放在第一位，但也会继续努力工作。感谢大家长久以来的支持和鼓励。作为日本国民女神，石原里美的人气一直很高。她出演的电视剧《非自然死亡》在国内也有非常高的人气。前年，石原里美突然晒出手写信宣布自己结婚的喜讯。根据日媒爆料，石原里美的老公是圈外人士，两人相恋仅一年左右，石原里美本人并没有透露太多老公的相关信息。很多网友当时都惊讶，石原里美选择了与圈外人士结婚，而且在她刚刚结婚时，有消息传出，石原里美结婚是为了母亲。据悉，石原里美的母亲患有癌症，她希望在母亲离开人世前，见到自己婚后的样子，让母亲放心。当时不少网友表示，为了家人才结婚，非常愚蠢，担心女神婚后生活不幸福。但如今，石原里美与老公结婚后非常稳定，她来结婚是为了爱情。希望石原里美婚姻幸福，也希望她的孩子能顺利诞生。